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车在哪儿来着？哦，在这。今天多送几单，说不定能得到一个称号呢。嘿，甜蜜蜜。北京市大部分地区，地方体温达30度。现在减少外出。哎，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小伙子。 哎哎！怎么又修路啊？啊！哼哼哼！这么高的坡，哎呀，热死我了，得赶紧送上去。这好端端修什么路啊？加油啊，年轻人！哎，同学。 这是您的外卖吧？你怎么来这么慢？数乌龟啊，大叔，这都几点了？不都没时间吃饭了？您等着差评吧。同学，下面修路。这，下次不会了，同学。哎，小明，王小明，儿子，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儿子，这么丢人！儿子，被别人看见了。儿子，一二一。是我认错了吗？ 下午体育课又没了。常英语了。是啊，是讲明天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过来。咋了，老师？叫我啥事儿啊？这地上的饭汤是你撒的吧？不是啊，老师。怎么不是你啊？打扫干净再吃饭。哎呦，这是那个送外卖的弄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别推卸责任啊，这周下周的卫生都由你来打扫。真不关我的事儿啊。 哎，儿子，你准备的早饭怎么没吃啊？我不饿，那也得吃饭呀，那不吃饭，你走吧。不吃饭怎么整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！哎，你快走吧。哎，爸，给完你早饭就去送外卖啊。你可以不送外卖吗？啊？送外卖咋了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爸也是这行的状元。把早饭拿上。我说了我不。 你买了，你媳妇喝的豆浆，别给我上学快迟到了。哎，早上不吃饭，饿着怎么学习啊？啊，二哥，作业写了？啥作业啊？抄一下吧。拿着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想吃了，你还给我，好烦。这孩子。哎，儿子，那不是那天给我送外卖的乌龟大叔吗？小明是他儿子。 让我逮着！找我干嘛呀？找你干嘛？心里没数吗？吃我一拳！哦，没事的样子吧？你竟然还敢躲！我打他！你就你！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干嘛呢？放开！看看这是谁啊？你们为什么要打架？ 你爸问你为什么打架，说你，怎么说话呢？他不是我爸。哟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，大点声。你为什么打我儿子？你儿子？你没听他说你不是他爸？你就好好送你的外卖，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再有下一次，你给我试试。你跟你儿子都是废物。来，笑笑。是，走了走了。没意思。 是爸爸不好，不用你管。儿子，你去哪儿？
早点回家。儿子，上了高中要好好学习，不要和坏孩子交朋友，将来考个好大学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儿子这么聪明，考个清华北大肯定没问题，只要你过得好。好了好了，这路不是为了你好。哎，再牵把我放下，快停下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哎，行行行，知道你嫌丢人，以后就不来你们学校送外卖了。随便你。给你保证。哎，看车。今天也要好好送外卖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这么热的天，我的妆都要花了。哎，好好，牛肉面一份，马上给您送过去啊。有事儿，哎，麻烦您再说一下地址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别歇着了，赶紧把这单给送到一中去。我答应我儿子不能去他们学校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你出去送外卖去干什么呀？答应了谁都得去，快点快点。我答应我儿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欢迎欢迎，快来选购呀！肚子疼！哎呦，走！哎是，我找找，是牛肉面。猫猫好可爱呀！猫猫再见。怎么样啊？还行还行。你快别看手机了，过来过来。哎，天，你别跑。好。差98分就满分了。你又在开玩笑了？好。我的鸡呀！这是哪来的鸡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们谁来帮我抓一下啊？哎，真是个傻子吧？这么热的天带这种拖鞋，我该摔倒。撞到我家孩子怎么办呀？你看这些送外卖的，一天到晚横冲直撞的，这下好了吧？出事了吧？这么多鸡，好脏啊！这么大味儿。你看，那只鸡跑到他面前了。别笑了，别笑了。笑什么？怎么了？为了养家糊口都不容易。你看这么热的天。你忙啥呀？你我那会儿还有事儿呢。你这像话吗？这光道歉，你看道歉有啥用啊？啊！你赶紧给我抓去！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。看那个怂样，这辈子也就能送个外卖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送外卖咋？你凭啥看不起人家？人家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啊，送外卖咋了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爸也是这行的状元。哎，爸爸还不是为了你好啊？只要你过得好，爸爸就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拍什么照啊？人家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辛辛苦苦的，别拍了。他辛苦又不是因为我，我拍个照发个圈，说不定能火呢。啊，行了，走吧，别看了。小明，你认识他吗？走吧，走吧。
你走。好。给你。谢谢。等等。以后不要戴这个帽子了。戴这个我都认不出你了。爸爸，这个帽子不帅吗？得了吧。行了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爸。啊，叔叔好，这帽子真适合你。